发线上的一座古城，朝鲜停战谈判将在这里举行。1951年7月10日，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这位老人正在观看的影像，拍摄于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的第一天。当时美国记者大东说：“这个谈判用2-3个星期就可以了。”有的记者还说：“哎呀，6个星期就行了。”说了以后，其他记者，哎呀，大笑，不相信。没有人想到，朝鲜停战谈判最终耗时747天。谈判开始前，美国政府曾形容自己像猎狗一样到处寻找谈判的机会。但当他们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时，却又用尽各种方法拖延、干扰、破坏谈判。期间两议会场7次中断，158次双方代表团大会，数百次各种讨论小会，其艰难程度远超人们的预料。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成为了接下来一段时间内朝鲜战场上的主题。为何美国政府对朝鲜停战的决策如此摇摆不定？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谋划？1951年7月10日，18岁的朝中谈判代表团机要员范海宝从电报室走出来调试天线，他看到了朝鲜停战谈判第一天的场景，并把这份记忆保存在了他的日记中。就看到一个怪物，一个大肚子没有翅膀，上面有那风扇。哎，我说这什么东西？哎，让他转了转去，转了转去，突然停下来，后来落下了，后来一问。啊，人家这是直升机，美国的代表团。这位胸前总是挂着2颗手雷的美国军人，正是接任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刚满3个月的李奇微。比起前任麦克阿瑟，李奇微要低调得多，他很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但此时的他一反常态，在众多记者的簇拥下，亲自将所谓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成员送上了直升机，场面十分隆重。中朝军队没有举行隆重的停战谈判代表团出征仪式，停战谈判代表团成员直接从驻地来到会场。这是李克农珍藏的相册，这两张并排的相片拍摄于朝鲜停战谈判第一天，是朝中代表团与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团各自的合影。朝中停战谈判代表5人，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其他代表分别是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邓华，志愿军参谋长谢方，人民军总司令部侦察局局长李向朝，人民军第一军团参谋长张平山。我们在那时候都被那个会长朝中天将代表团为什么把朝鲜放在前面？朝中啊，因为我们也很清楚，
我们被邀请协助他们作战的。甘龙总司有一句比较典型的话，不能以外国为主，因为朝鲜问题归根结底朝鲜人民的事了。所谓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成员也是五人，首席代表美国远东海军司令官特纳·乔埃中将，谈判代表为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伯克少将，美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和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业少将。同时确定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肯尼、美国陆军上校詹姆斯·穆莱、南朝鲜军中校李树荣担任联络官。白善义啊，后来成了国防部长，他这个当时在代表团里面地位是最低的，他没有什么发言权，他是被美军口头通知参加谈判的。白善义去向李承晚报告的时候，李承晚一天他不就懵了吗？你把我架空了，南朝鲜的事情连美国人给我做主啊，他就很不高兴了。因为这个停战谈判，这个李承晚一直是反对的，但是他想了半天以后他也没有办法呀，他还是同意了。在相机快门按下的那一刻，每个人当下的心情似乎都被定格在脸上。有人充满斗志，有人眼神中透着坚定，有人貌似信心十足，有人显得格格不入。上午10时，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朝鲜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团成员径直步入会场。进入会场后，所谓联合国军代表率先将联合国旗帜摆到谈判桌上，而朝中方面并未做相关准备。朝中代表则从会场外的吉普车上拆了一面更大的朝鲜国旗，摆上了谈判桌。谈判一开始，双方就针锋相对。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团的策略是在谈判桌上先发制人，首席代表乔埃首先发言。在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封谈判第一天由李奇微发往美国国内的绝密电报。电报记录了所谓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乔埃准备好的开幕词：今天在这里的讨论对全世界人民的重要意义，但是除了谈判地所在的中立区，在所有地区的敌对行动都将继续，直到就停战条件达成协议。之后乔埃强调3点原则：代表团将讨论朝鲜军事问题，代表团不会讨论任何形式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代表团不会讨论与朝鲜无关的军事问题。这3点原则就是白宫为所谓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制定的策略。一切可能导致其被动的议题都将之归为非军事问题，拒绝讨论。尼克诺就讲到这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是要把和平谈判这个主张使世界人民都知道，这就是一种力量。第二点呢，就是要注意啊代表团谈判地点的安全问题。第三点呢，谈判必须慎重，宁可晚说一天，不要抢先一分，这样好像打仗一样。最后呢，就是说是要把战场的情况和谈判结合起来。谈判第一天，美国的将军们十分傲慢，他们手里放着一张纸，说你们照这个纸签就可以了。我们没有理他，当即按照我们的计划提出了3项条件。第
第一就是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第二是以三八线为基础设立非军事区，第三商量撤除一切外国军队。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团没有回应朝中代表团的三点议程，而是提出了九点议程。中午休会时，朝中代表复盘了上午谈判的细节，李克农品出了一丝异样。对方提出的议程多达九条，但只字不提撤走外国军队，也不提三八线，而这些又恰恰是停战谈判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对方难道并不急于达成停战协议？可明明不久前他们还在千方百计地谋求光荣停战。在猜测、试探与较量中，第一天的谈判结束了。谈判第二天，所谓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埃提出要把代表团服务人员增加到120人，其中包括20名可以自由出入会场的记者。此事朝中方面没有这方面安排，遂礼貌地拒绝了。会谈第一天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美方认为自己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想了一个招。谈判第三天早上，一支比往常庞大的多的美方车队带着20名记者浩浩荡荡出现在开城。此时双方尚未对记者问题达成一致，朝中方面根据双方代表团一切行为都要双方共同认可的协议阻止了记者团的通过。为此乔埃表现得十分愤怒，大声抗议，当即宣布休会，带领他的队伍返回。谈判仅仅开始两天就第一次中断了。记者被拒的整个过程被美方记者记录下来，朝中代表团阻止新闻自由的消息迅速在媒体发酵。李克农同时跟我们的代表讲，跟美国人啊谈判，建设立场没有问题，怕什么呢？美国人挑逗。这个时候你们就要成熟一点，就要见招拆招。就在第二天7月13日，华盛顿，一封由美军参联会主席布拉德雷起草上报总统杜鲁门的绝密文件，记载了美国在朝鲜的行动计划。一旦谈判破裂，有必要加大对敌人的军事压力，不顾朝鲜与中国的边界，扩大在朝鲜上空的交战，加快日本防务力量的组织训练和装备，对共产主义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与此同时，谈判因记者问题中断后，7月13日，李奇微随即又提出了一个与谈判议程无关的要求，将开城定为中立区，不得驻扎武装人员，否则建议把会址移到更合适的地点。在中断谈判的同时，李奇微还要求通过传单、报纸、扩音器和无线电广播，在朝鲜各地充分报道所谓联合国军继续愿意恢复谈判的信息。这些行为李奇微都通过电报发给了华盛顿。李奇微频繁的小动作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7月14日，朝中谈判代表团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李奇微的通知
是以画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画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金日成和彭德怀当天给李奇微复电，同意将开城设立为中立区，以及对方增加20名记者作为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团工作人员。尽管美方各种手段层出不穷，但此时正坐镇东京的李奇微却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谁赢得了战争？文章说，一个美国司令官在美国政府命令下插起了白旗，而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前去与敌人议和，这在美国建国175年的历史中还是第一次。具体的谈判地点打什么旗帜，是双方的联络官谈的，谈判地址是开城的来风庄，当时在我们朝中军队的控制下，所以你美国人要来，你就是要打个旗帜来。刚开始我们联络官提的是打红旗，他不干，他自己提出来就是打白旗，所以他美国国内的媒体啊就嘲讽这个事儿了。7月15日，在朝中方面同意以开城市为中心5英里半径内建立中立区后，谈判再次恢复。然而，这仅仅是一场漫长拉锯战的开始。7月10号开始的，13号就中断了。那么到了15号呢，又开始了。到21号又中断了。这就是在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到战场上解决，这战场上解决不了，就回到谈判桌上，停停谈谈，打打停停。这一场谈判呢，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胜利。7月15日会议上，美方对他们的议程进行了修改，将他们议程方案的9项内容改为4项。7月17日，双方代表团大会第5次会议，朝中代表团在系统驳斥美方拒谈撤军问题后，提出新的5项议程方案。每一天的报啊都是经过我们发，经过我们收，那我们保务院机要院都在里面收的机器旁边，毛主席招手里头就是马上办过，就等咱们上电报来了以后，把文体我一件付李合同，李合同也是马上啊来了以后马上处理，马上翻译，马上研究，马上提出意见，提了以后再报给毛主席，就这都是晚上的来来往往，白天去谈判。会场内，谈判代表与对方短兵相接。会场外，秘书处、参谋处、潜伏处、新闻处、通讯处、机要处、办公室和政治部等机构密切配合。在谈判会场，美方配置完善，由职业速记员进行多人轮流作业，10分钟换一次班。美国人开始的手机，后来打油了，我们叫他速记机，把手一动，出了一个条子，上面就有各种的记号，他打完了10分钟，打完了一次，一场叫
拿出去马上就可以翻译。我们就没有现代化的这些装备了。当天的谈判结束，记录员就赶紧返回开城，相互核对记录。翻译人员和打字员则在一旁等候，实行流水作业，整理出一页就马上翻译一页，打印出一页。时年16岁的浙江护士学校学生张映雪积极报名参加志愿军后，成为了志愿军第47军司令部的一名打字员。后来，他被调到朝中谈判代表团，负责每天谈判内容的整理和记录工作。长期在昏暗的光线下工作，让他的视力严重受损。我现在看到小照片看不见了。我们以前我们就是开会啊，他们上班就是在这儿，但是我们打字室不是在这儿。如果谈判顺利的话，我们工作就比较忙；如果谈判不顺利的话，工作就比较闲静一些，没什么就没有材料可谈。时断时续的谈判背后，美方也承受着压力。7月18日的白宫电报总结中，记录了李奇微和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的见面。约2小时的谈话中，李奇微非常痛苦地解释说：“我们目前在军事上没有能力将战役打到鸭绿江和图们江。”但李承晚仍然不相信。7月21日上午，朝中谈判代表团提出休会3天，要求对方再做考虑。1951年7月26日，在经历了2次中断后，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通过谈判确定了5项停战谈判议程。这5项议程和朝中谈判代表团7月17日提出的议程十分接近。朝中谈判代表团未坚持外国军队撤军问题，并且在议程中只提原则的分界线，而不具体提38线。对停战比较重要，双方又无法达成共识的谈判议题，都被放入第5项议程，成为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从1951年7月27日起，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即进入第2项议程，确定军事分界线。朝中谈判代表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乔治·凯南和马利克见面时提出，由马利克在联合国演讲中公开建议的方案，恢复战前状况，以38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却拒绝了这一主张。所谓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埃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方案，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7月28日3时，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乔埃发言狂妄荒谬，完全是战场的叫嚣，并非在谈判停战。你们准备发言，必须首先质问其有无谋和的诚意，是谈判停战，还是在准备扩大战争的根据。我方在目前必须坚持以38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并以坚定不移的态度驳回其无理要求。
7月28日和29日会议辩论中，南日提出，我们坐在这里开会，不是夸耀自己的军事力量，叫嚣战争，而是来谈判停止战争，并从而建立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桥梁的。无论是完全从军事实际出发，还是考虑有利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三八线都应该作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8月10日，在谈判会议上，乔埃声称，贵方企图讨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任何努力，我们都将不予理睬。待南日发言继续坚持三八线的观点后，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团成员竟然选择拒绝发言，朝中代表也陷入了沉默。心存疑虑的柴成文离开会场，向在附近帐篷里坐镇指挥的李克农报告。我父亲向李克农汇报了谈判的情况，李克农说就这样做下去。我父亲回到了谈判的会议室，写了一个小纸条做下去，传给了邓华、谢芳等咱们的谈判代表。大家看了以后心里就更加平静了，就跟美国这样耗下去。这就是朝鲜停战谈判中最漫长的一场静默谈判，双方一言不发，长达132分钟。这是无声的博弈，每分每秒都是双方心理和意志的较量。最终，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团忍不住了，首席谈判代表乔埃站起来提议休会，明天再说。8月11日，乔埃又提出了一个与其海空优势补偿自相矛盾的说法，即所谓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弱，因此在军事分界线的确定上应该得到补偿。南日严厉地对此驳斥，你们说你们海空军强，所以你们应该有补偿，现在你们承认你们陆军弱，但你们又说应该有补偿，不管你们强弱，你们都需有补偿，这不是一种失去理智的瞎说吗？为了打破僵局，掌握主动，8月17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李克农，提出将三八线与现有战线联系起来，将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联系起来的具体考虑。早在1951年6月上旬，金日成赴北京与毛泽东确定与美方举行停战谈判时，就考虑过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现地停战。因此，金日成对毛泽东这一设想表示同意。谈判场内僵持不下，谈判场外，美方对中立区的破坏、挑衅则是愈演愈烈。1951年8月19日上午5时55分，担任开城中立区警卫任务的志愿军第47军第139师的军事警察9人，由排长姚庆祥率领，沿板门店西南至松谷里以北高地向东巡逻时，被非法进入中立区并早已埋伏在树林中的30多名南朝鲜军开枪射击，排长姚庆祥当场牺牲。美方拒绝承担责任，东京美军广播说，这可能是北朝鲜或南朝鲜非正规部队所为。世人应识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乔冠华悲愤地写下了这副挽联，
1951年8月22日22时20分，一架美军飞机非法侵入开城中立区会址上空，以朝中代表团住所为目标实行轰炸扫射。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无耻、非常卑鄙的一个事件，故意的挑衅当时突然来的飞机。我们正在发炮，正在分裂呢，突然和地震似的轰了，我们那个电台的机器都跳起来了。调查发现，13枚杀伤弹和4枚汽油弹落在了朝中代表团住所周围几百米内。8月23日0时35分，赶来调查的美方联络官推说天黑看不清，承诺天亮后再来查看，但一去不复返。随后美方给出了调查结论，空袭飞机的国籍不明。这一天，毛泽东两次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此次敌机夜袭其意甚明，我必须不怕破裂，予以坚决回击。我方于今日提出暂时停开谈判会议，以压敌人气焰。同时，我方在军事上应加紧准备迎接敌人的可能进攻。据此，朝中方面宣布，从8月23日起，谈判会议停开，要求美方对此事做负责的处理。美方首席代表乔埃狂妄地宣称，那就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吧。从8月18日至9月18日，所谓联合国军对朝鲜人民军防守的西起北汉江、东至东海岸正面80公里的地段发动夏季攻势。从9月29日至10月22日，所谓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又先后从志愿军防守的临津江东西地区和北汉江东西地区正面各40公里的地段发动秋季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依托野战阵地实施带有坚守性质的防御作战，粉碎了所谓联合国军夏秋季攻势，歼敌15.7万人。10月18日，美国记载国会对重大问题讨论的稿件《你的华盛顿评论》中记载，现在我们的军队每周报告大约有2000人在对共产党的战争中伤亡。根据总统和国务院的说法，这可能是一次警察行动，但对于那些在遥远的朝鲜为我们战斗的人以及他们在国内的亲人来说，这是一场大战，一场非常大的战争。很明显，总统不能把朝鲜战争当作警察行动，我们的谈判代表也不能在共产党人加强军事力量的时候继续胡闹。夏季放箭，咱秋季放箭，咱这边打，我们就现在占据占优势了，我们能够打败他，政治上我们是主动的。这个时候呢，就打什么就行动基本上就敌了。1951年8月中旬起，所谓联合国军为了夺取军事上和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在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集中其空军和海军航空兵80%的兵力，发动了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切断中朝军队运输补给线为目的的绞杀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人民大力支援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打破了所谓联合国军的空中封锁，而且在斗争中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彻底粉碎了所谓联合国军的绞杀战，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美军在惨重的伤亡代价面前，不得不停止大炮、炸弹和机关枪的辩论，回到谈判桌前。1951年9月10日，一架美军飞机袭击了开城的满月里区域，这是美军一个月时间内第四次空袭开城中里区。和前三次美方拒不承认不同的是，当晚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通过广播承认此次事件是所谓联合国军所为。第二天，所谓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乔埃奉李奇微的命令，正式致函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承认对满月里事件所负的责任，并表示遗憾。五天后，李奇微在致金日成、彭德怀的信函中，又一次公开承认对此次事件所负的责任，并表示依然准备命令我的联络官到板门店的桥上会晤与讨论可使双方满意的恢复停战谈判的条件。又过了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表示，美国愿尽一切努力促使朝鲜冲突获得和平解决。美方采取了多次的破坏行动，轰炸我方代表团驻地，人证物证俱在，美方都矢口否认。但是这次满月里事件，美国不仅是满口承认，而且还向我方道歉。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判断美国方面大概是又想谈判了。1951年9月13日，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乔埃的表示是敌人已在转弯，我方应提议或同意在开城赴会。1951年9月19日，金日成和彭德怀致函李奇微，建议恢复停战谈判。经双方同意，1951年9月24日，双方联络官举行会议，讨论谈判赴会问题。然而，美方坚持将改变会议地址作为恢复停战谈判的条件。10月7日，周恩来以金日成、彭德怀的名义起草致李奇微的信，建议双方代表团在开城东南8公里处的板门店赴会。10月8日，李奇微回信，同意会址设在板门店。1951年秋天，刚满20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工作的杨冠群收到了通知，李部长那里需要人，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杨冠群到达朝鲜开城的第二天，1951年10月25日，中断63天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在板门店重新开启。杨冠群负责谈判时朝中谈判代表团的英文记录工作。此时的板门店还是一片旷野，双方联络官只能搭起几顶帆布帐篷，以免争论时被风吹得满口沙土。此时双方停战谈判代表团成员均有调整。朝中谈判代表团方面，志愿军代表邓华调回志愿军总部，第23兵团副司令员边章武接替邓华为谈判代表。
同时调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杜平任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党委副书记。朝鲜人民军郑斗焕代替张平山为谈判代表。所谓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方面，南朝鲜军李亨根接替白善业。在当天的双方代表团大会上，双方继续以小组委员会的形式讨论停战谈判的第二项议程，确定军事分界线。美方提出军事分界线新方案，志愿军和人民军将退出1500平方公里的地区，包括整个开城划入美方控制区，而美方却前进约600平方公里的地区。这一方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朝中方面的拒绝和驳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呢，他回来的话可能就会态度好一些，果然是如此。他提的海空又是人还提，那我一拨他就回去了，就不再提了。1951年10月29日晨午时，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双方接触线确定后，我方应立即主动地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方案。10月31日，朝中代表团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确定军事分界线。在这个方案中，以双方实际接触线替代了38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基础。几天后，朝中方面又提出修正案，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退2公里为非军事区的建议。这正是两个月前毛泽东在电文中提出的思路。实际这个控制线呢，我们占的平原比较多一些，他们占的山区比较多，我们这里的人口比较多，他的人口比较少。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如果是用38线划分，就可能把开城也划给他们了，所以这样一来对我们并没有利。最后就是用实际控制线划分。然而美方却予以拒绝，企图用高城、金城附近所放弃的地区及西海岸外若干零星小岛换取开城。为配合停战谈判，志愿军先后举行了战术反击作战、保卫开城作战和攻占西海岸沿海岛屿作战。1951年11月5日开始至12月1日的攻占西海岸沿海岛屿作战，也成为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的一次陆空联合作战。1951年11月6日下午，志愿军轰炸机首次出动，由空二师16架拉11歼击机护航，空三师24架米格15歼击机负责警戒，空八师9架图2轰炸机对大和岛进行轰炸。由于作战行动突然，未遭美机拦截，志愿军轰炸机把全部炸弹投向大和岛的目标。11月30日，志愿军空军再次轰炸大和岛。时年18岁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韩德采此时正在安东训练。志愿军空军在这次战斗中创造的战绩，深深地鼓舞了这位年轻的飞行员。当时出动了9架多，二是四转出动了16架拉11，去直接掩护和敌人 F-86 空战。
们在这个战争中用洛阳大江副大江都打落了敌机，创造了洛阳飞机在实战中击落了彭林市飞机，奇迹过去没有过。在11月，志愿军连续进行了4次渡海攻岛作战，先后攻占了14个岛屿。无论是战场施压，还是谈判桌上漫天要价，李奇微都没能获得谈判优势。1951年11月23日，谈判小组委员会就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达成了协议，确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由此线后退2公里，以建立军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地区的原则。11月27日，双方代表团正式批准小组委员会关于第二项议程的协议和按照现有接触线所确定的军事分界线。至此，达成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以来第一个实质性的重要协议。实际上，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战场上的攻防变化的实际接触线总是在向南移。这条军事分界线在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订前曾做过3次校正。我们知道谈判的敌人在不断刷手的，我们参加战斗的人呢，我们只顾打，怎么答应敌人？因为我们答应了敌人呢，也是给谈判的一个支持。主席就说了嘛，谈的只管谈，打的只管打嘛。为了这个配合这个谈判呢，那我们就争取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那时候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击垮他”。今天击这个阵地，明天击那个阵地，慢慢的把阵地往那击，击垮他。那就是战术啊，很微妙。中共中央精准判断，谈判会场和战场密切配合，遥相呼应，边打边谈，最终迫使所谓联合国军接受了朝中谈判代表团提出的划分军事分界线的方案。历时4个月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的谈判，充分表明，如果没有有力的军事打击相配合，同美国人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国人是很傲慢和不讲道理的，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